设 AEALA 3到 AN 是一个等差数列，若第九项为 58， 第十五项为100，则674是这等差数列的第几项。我们可以知道 A15 等于 A9 加上6个 D， 我们先把公差求出来，所以100等于58加6 D， 把它计算出来，公差的话就等于7。那我们现在要求的是，假设是 AN DN DN 项，我们用第15项加上 M 减15个 D， 把数字带进去，674等于15项是100，加上 D 的话是 7N 减掉105，所以 7N 等于679。我们把实际除一下，679除以7，97 63，得到49，77 49，得到0，所以 N 等于97，所以它是第97项，所以答案选第4个。